长读《中土大史录》，保罗下同意作夫嘅人，就坐船到庞菲利亚嘅贝尔格，接往却离开他们登耶路撒冷。他们由贝尔格经过格处，来到贝西底亚嘅安提约基亚。安息日，他们接了会堂坐落，同诵读法律嘅水灾之后。会等将派人问他们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若有甚物爱劝民众的话，请说吧。”保罗就徛起说：“诸位以色列甲敬畏天主的人，请听！以色列民族的天主创了我们的祖先，当在百姓到埃及时，天主就割让了他们与大能的手。”去领他们出来，大概四十年的时间到旷野来，进来灭了迦南行地方的民族之后，就将那地方封作他们的基业，大概有450年。之后又给他们立了名将，直到撒母耳时代，和圣师就算了这个君王，将主给他们立了。被阿们捉人卡斯的儿子扫乌尔为王40年，将他离职之后就立了大卫为王。天主为他作证说：“我娶着约瑟的儿子大卫，是我合意的人，我爱立行我的旨意，按照恩赫将他的后代及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救主耶稣。”一行到他来临之际，向传以色列人宣讲了悔改的水来。直到一行将完成自己的任务时，说：“我不是您所想的何位，但是退，自我之后爱来的，我不配到把伊归伊个爱大。”天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所以今日咱就听到一个保罗甲巴勒的来记述伊人传教个旅行。了，即阵是陪保罗先了，才陪巴勒伯。即阵是去巴勒伯，巴勒伯就是伊个向总督们保证，但保罗真正是悔改了个。开始是伊带头，了即阵是轮到一个保罗带头。那本来有一个叫约翰的个人做母，但是约翰到后就当耶路撒冷去，可能伊是最惯一个巴勒伯，伊最未惯一个保罗个做法，所以伊人崩溃了啊。是那么一个简单，一点对一点唔对啊，就是在人意见无变哟，所以就无变合作就是。但是上次了解，伊人个心爱传耶稣主个福音个心是无改个啊。虽然个咱去个咱个地方，但是让咱拢用技术是传扬基督个福音。了来到这个安提约基亚个地方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安提约基亚啊。伊人朋友就是。到安息日去回灯头上，因为迄个真侪犹太人，所以就成一个机会，给人打道理。又为错犹太人，爱给人加一个道理呢，就得给人打天主的耳号。天主怎么？是一个水灾的时代、民战的时代、到一个恐慌的时代，特别要怎么天主耳号，特别个后代爱出现一个救世主。要保罗就那哦，这个救世主之中就是证明就是耶稣主咯。那了伊特别提了这个约翰，因为约翰伊能执那么一百个犹太那么一百，所以但约翰就是为耶稣主作证啊，伊作证但我家己唔是那位，我不配甲伊归伊个外端，所以希望用出色个办法来说服这撮犹太人才能相信。有人在误解是相信啦，但是真侪犹太人还是
บอก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ชิบชิวบอกเป็นสังสีก็อ๋อ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ท่านนั่งบอกชิบชิวอีนังจะแห่งจะไก่กว่าปังนั่งหลายส่วนกันจะไก่ต่อดีแล้วนั่งก็คิดทุกทุกอ่ะนั่งไก่เฉยจริงตัวจะไอส่วนกันยาสูบไก่หอมยิ้มนั่งสีนั่งตัวจะไอถอยนั่งไก่ตุยแห่งสีดีจังพวกท้องไก่นั่งนั่งแต่เองพวกตั้งไก่จะไก่ปังหัวไก่นั่งก็เกยจะไก่ต่อดีอ่านั่นสิจะอมอซื้อถักอมอซื้อไก่นั่งไก่นั่งจึงยอมแหวะถักจะนั่งซื้อไก่นั่งลิงวัวจึงยอมปังหัวไก่นั่งแหวะในสิกับอีนั่งไก่ฟังเก่งอีนั่งไก่แหวะเก่งจะเสียใส่ยาสูบจะไก่ต่อดีไอ้ใส่นั่งแค่ไอ้หนึ่งแปะเดี๋ยวอีนั่งมุกยังจิบชิวคำจะตายแก่แทงชูจกห้องหนึ่ง